玩另外那一款吧。另外那款是哪款啊？嗯，我看看啊。这个有 PK 吗？这个不是自己家。我看它好像有哎、欸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我来翻开。来测一下大凯的智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看一下。好像都是一些简单的游戏，应该是不难吧？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哦，什么什么？哦，这个手把还有照相机的功能啊。他说把红的拿起来，我把手放上来。嗯，好了吗？啊，我也是英文的。举起你的手。你的也是英文的、啊，嗯，啊，现在是怎样？他成功了吗？他侦测不到我的手、啊，我没有五根手指头，是不是？哦，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拳头，举起你的手，哦，哦，哦，嘿，嘿。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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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啥玩法啊？这个是好像就是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嘛，简单简单。我说不定还行哦。究竟有多快呢？哇，56.58秒，感觉还不错吧？他说我大概20岁左右，哎，哦，好像有点怪怪的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这一次要照我的手。2+2等于。Ready。好 ,OK。4321。我的手怎么好像没有动得很快啊？嗯？叮咚，叮咚，叮咚！哈哈哈哈！哦哦哦哦！34秒，不错吧？嗯，我结束了。嗯，等我，大凯几岁？他有会说吗？他在给我看时间呢。请说出你真实的年龄。嗯，你的脑袋年纪180。80。不是，我那个猜拳花了1分半就80了。你花了1分半哦，这么扯、啊？那个猜拳啊。我问一下，哦，照着他那个来就 OK 了，哦 ，OK，OK，OK， 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叮咚，啊，还有这种动作？嗯，啊，还有这种动作？不是不是，我没有想到，奇怪，总有一个长得非常简单的。哦，哦哦哦，嗯，哟，
六款这个，我这个速度很快哦。到底是几岁嘞？怎么后面的都没说啊？对啊，匕首的那个嘛，匕首加法，匕首的你几秒？四十。你四十秒啊？我看一下。嗯，我也差不多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是什么？要数有几只鸟 ？OK， Let's go。按下 ZL 或者 ZR， 按下 ZR。哦哦，两只手都要。嗯，管他的，就这样拿吧。按下 L， 按下 R。嗯，啊，两只手都是右手，怎么玩？嗯，这是要……哦哦哦哦哦，这样子啊？哦。嗯，嘟嘟嘟嘟，哦，这是我左手跟右手 PK 嘛？嘟嘟，嗯，我两只手感觉年纪差不多哎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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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纳尼？哦，哎呦，我左手赢了，我左手赢过右手了，这还能赢过的吗？嗯，这不就一起按吗？我是不是去外面清除资料的话，我就可以重新看一次我的年龄？我把资料清除一下，让我认真的测一下。嗯，清理了，清理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肯定不会是76岁的，他怪怪的，他怪怪的，不小心把整个游戏都清理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肯定就不是76岁的，他就有 bug。来认真测一次，认真测一次，等来晒一下掐好了、啊，不然今天好像没事做。来 ，Flag Rising。要站起来玩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好像要两只手玩呢、欸。他说我的右手要这样拿，哦，这样拿，啊，另外一只手要这样拿，啊、嗯。你在玩举棋子的游戏啊？啊、嗯。我刚玩完嘞、欸，我也不太懂。怎么玩？怎么玩？他就是他做什么你做什么。哦，可以。哦，我觉得要站起来比较好玩呢。哦，有了。可以吧？哦 ，OK OK， 其实两只手一起动就 OK 了嘛。啊，哇，这一款有运动到哎、欸！等一下，好，哦，不是不是，他那个很不稳，他那个很不稳，很怪很怪。我觉得应该是有 bug、啊。最后一个 ，head to head， 噔噔噔，哦，为什么一定都要两个人？一个人不能测是不是？嗯，四个，哦、右手赢了。嘟嘟嘟嘟嘟！嘣嘣嘣嘣！
哎，怎样？怎么说回来啊？完了。嘣嘣嘣嘣！哎，那个只算一块啊！不是，还敢用骗的？嘟嘟嘟嘟嘟！22个吧。别！我的左手好像比较强一点啊，它就只有这几个模式哦。好，有机会再来测，还行。为什么大凯不见了？大凯嘞？大凯，我来了，我要准备上车。我用鬼魂来了。哎，对你帮我推上来，快点。这条狗在说什么？你把我抽上来，然后再跟我讲。这条狗在说什么？我刚刚原本要讲出一些过激的言论。哎、欸，你下来啊、哦！你主管在找你啊、哦！你讲啊！他就突然把我拉上去啊、哦！我刚才把那句话讲出来。那你就讲啊！那句话才能讲出来。他，哎呀，是针对谁？几个字的？秘密。我挺狮子丸，再见。